美女呢哈，虽然人都这样瘦瘦小小的，但是女生 power 都非常的强。好，我们要来欣赏到的也是我的可爱的小妹妹、好姐妹，她是董玉君，要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演唱，请大家掌声鼓励。上面也有，哇，我还看到布条，哎，还有布条，
你准备选什么？好定，哎呀，好定是你爸爸妈妈。我来收听，叫我对对对，你一定会。不要不要，我们的玉君也常常到嘉义来，对不对？而且玉君呢，除了唱歌好听之外，本身呢也善事做很多了哈，行善做很多，所以你看看，看起来永远的年轻、可爱、漂亮、美丽哈。怎么没有继续？只是长不高。做这样子的一个梦想的逐梦，然后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心想事成，梦想成功。是的，那我们再来听听玉君要为我们带来哪一首歌？接下来带来是我在豪金发行的专辑里面的新歌《好用如领辉》，降下头领，谢谢。
谢谢广告。